大家好，又是我哋遙控攻防 channel 時間啦。咁啊，相信大家咧，除咗玩遙控車之外啦，個個咧每一個朋友啦，每一位車友啦，其實可能咧都係童心未泯嘅。其實咧都好多時候咧都會中意翻自己細個嗰陣時候睇過嘅嘢啦，玩過嘅嘢啦。咁今日咧，我哋又介紹翻一啲咧，就叫做咧啊，叫做非遙控車嘅嘢。咁啊，可以咁講啦，就叫做可能係大家細個嘅時候嘅玩過嘅嘢啊，睇過嘅電視啊，咁樣成嘅產品嚟啦。咁今日我哋介紹咩呢？就介紹我手上面呢個嘅蒙面超人啦。咁啊，喺我手上邊揸住呢盒咧，就係啱啱推出咗冇耐啦嘅 SHF figure 嘅一個蒙面超人啊 ，Black 啦嘅我哋叫做真骨雕嘅系列嘅蒙面超人嚟嘅。咁其實呢一個嘅 SHF 啦，咁其實已經係出咗係叫做幾代嘅啦。咁譬如我手上面呢一個咧，就係叫所謂叫做 2.0 啦。咁之前係出過一個叫做舊款啦，咁所以先出個 2.0 啦。咁呢類咁嘅蒙面超人咧，其實我自己嚟講咧，即係如果大家睇翻開頭嘅話咧，見到其實我初頭咧我就唔係好想買咁多呢啲咁嘅蒙面超人嘅，因為買呢啲咁嘅蒙面超人咧，就最大問題就係在於咧，你買得一個咧，你就想買兩個，買兩個咧，好似我咁啦，譬如買咗呢個之後咧，跟住出咗一個新款咧，又想買第三個，所以我其實係好怕買嘅。我最主要買咧就買啲咩咧？買 Iron Man 啊！又或者而家新嗰扎嘅01咧，我會買下嘅啫。咁啊，舊嗰啲咧，我盡可能咧都唔係好掂。買嘅話咧，我都係買嗰類食玩類嗰類咁樣嘅蒙面超人，又或者呢個 Rider Kick 系列啦，咁嗰類比較平價啲，因為始終嚟講咧太貴咧，即係我又唔好捨得。咁但係咧講咧，梗係有一啲你童年嘅時候咧，即係你係好中意嘅，即係你有睇過嗰度咁樣嘅。片咁嘅特攝片，跟住然之後咧，你又好中意，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 Black， 咁所以今次咧我就都忍痛地買咗，咁同埋咧好多時候都講句啦，如果你而家唔買嘅話咧，就分分鐘可能遲下咧就炒價咧就唔知炒到幾錢，譬如舉個例，我都好中意嘅 DK 檔嘅話咧 ，DK 檔基本上咧已經係炒到不停非常之貴噶啦，咁所以咧我只可以最後咧都係買咗呢個 Rider Kick 系列嘅啫。另外一個原因啦，就係、是、因為咧今次出呢個 Black 嘅話咧，就係、是、呢個我哋所謂叫做真骨雕系列啦。咁啊真骨雕嘅系列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個石嘅比例啊形態咧就會靚好多啦。咁啊其實我好認真同大家講，即係你見到我點解淨係買咗 2.0 就冇買到 1.0 嗰個咧？因為 1.0 嗰個咧其實個比例咧，我覺得真係唔靚嘅。咁但係咧去到 2.0 之後咧，那個比例好咗好多啦，咁但係當我買咗 2.0 之後咧，佢就出咗個真骨雕。咁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開箱睇下，究竟呢個真骨雕嘅 Black 啦，究竟同呢個嘅 2.0 比嘅話咧，究竟兩者有啲咩差距，或者嗰個 design 啊，或者上面啊，或者個仔細程度，究竟邊個正啲咧？咁我哋今日就開箱俾大家睇下嘅。咁啊，今次真骨雕系列咧個盒咧就用咗一啲比較而家近排新款嘅 size 嘅，即係佢而家新嗰啲 SHF 咧都唔係好似以前咁咧，嗱呢啲咁咧就舊款啲嘅，就係用個咁嘅透明盒，跟住然之後咁樣睇嘅。咁但係新嗰啲咧，包括而家新買嗰啲01嘅話咧，都係大概係咁樣樣嘅 size 嘅啦。不過咧佢就通常就上面開盒嘅，咁呢一個咧就唔係上面開盒啦，就左邊有兩邊。就隔膠紙，跟住然之後開嘅，咁啊，因為我其實都開過嚟睇過噶啦，咁所以就兩邊咁樣開打俾大家睇啦，已經解開咗啦，咁我開咗俾大家睇下裏邊啦。咁開咗之後咧，咁啊有一張嘅黑色紙，咁啊純粹話俾你聽，佢裏邊有啲咩配件啦，咁啊有手型啦，咁啊有兩支角銘，因為你咬斷咗，咁啊有兩支角俾你，咁啊喺呢度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去裏邊嗰個嘅公仔啦。個 black 咁喺呢度啦，咁啊扣住咗啦，咁啊後邊呢度咧就有頭先講一紮啦，手型啦，唔同嘅手型啦，同埋嗰兩支天線啦，咁啊下邊嗰度咧應該係冇嘢噶啦，咁啊空下就係咁多噶啦，基本上就係、是，
咁啊，之前呢一個嘅話咧，反而可能佢就冇天線，淨係得手型，同埋手型你都見得到咧，其實2.0嗰個咧就跟咗1、2、3、4、4對手型，佢反而呢個咧就跟咗5對手型，可能仲多啲。咁但係當然咧，價錢梗係貴啲啦。咁啊，梗係要攞出嚟睇下究竟佢裏面點樣啦。咁啊，跟住一開嘅話咧，你已經見到咧都係攝曬膠紙嘅啦嘛，費事整花咧一開始睇。咁啊，手腳。形態上面嚟講咧，你會睇得到咧，成個比例咧其實係靚嘅，皮面嘅感覺啦，即係呢啲位置啦，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呢啲著呢件衫嘅 black 嘅話最靚嘅地方就係因為當年咧好多嘅蒙面超人咧，佢身上面嘅衣服咧都係好一種我哋所謂叫做好膠好成咁，但係呢個 black 嘅話咧，佢嗰個面咧係一種好皮嘅感覺咧，其實係當年係非常之靚仔嘅，咁啊同埋個樣啦就好似一代咁啊嘅蒙面超人咁嘅款啦，但係問題在亦都靚。靚好多啦，所以 black 其實當我細個嗰陣時候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尤其是嗰陣時候香港又開始又播翻呢個蒙面超人雞啦，咁即係其實係一個比幾大嘅童年回憶嚟。咁啊，成個比例啦可以睇得到啦。咁呢啲位置嘅話咧，有提曬佢哋嗰啲咁樣嘅嗰啲我哋所謂嘅關節個紋啦，咁啊啲嗰啲肌肉紋啦，咁啊都非常之靚仔，腳啊、成啊呢啲位置都有做到嘅。咁啊，成個比例係幾靚仔嘅。咁啊，當然啦，我哋而家就咁攞出嚟睇嘅話咧，咁我哋就冇乜意思啦。咁梗係要同翻呢個嘅舊嗰個嘅 2.0 比較下，咁你先會見得到究竟兩者相差幾遠、幾大分別嘅。咁啊，又開埋個盒睇下裏邊先。咁啊，呢一個咧就係 2.0 嚟嘅。咁啊，1.0 我就冇啦，因為我唔買咧。我當初睇到 1.0 個比例咧，我已經覺得好肉酸，所以我已經唔買咁，所以就唔搞佢啦。咁啊，所以就買翻 2.0 先。好啦，咁啊買咗 2.0 呢個 2.0 啦，我哋睇下先。嗱 2.0 嘅話咧，其實個比例上面嚟講咧，同佢比嘅話咧，兩個你擺埋就會覺得咧，你覺得好似咧2.0 咧，好似個身咧好幼啦，呢個第一件事咧，好幼身啦，個身係你其實有幼一截嘅，即係好 slim 啊，你覺得嗰個肌肉感好差嘅。咁同埋咧，最緊要一樣嘢咧，雖然佢有呢啲咁嘅紋，但係另一方面嘅話咧。佢啲咁嘅關節位置嘅話咧，其實個感覺上面咧，即係你有少少似好似買嗰啲叫三本式咁咧，三本式見曬啲關節性咧。嗱，呢啲位置咧，仲要見到嗰啲咁樣一個膠位咧。嗱，相比真骨雕咧，真骨雕其實係望唔到嘅。呢個位置係件軟膠嚟嘅，係成個關節係遮住曬嘅。呢個位置係成個軟膠嚟嘅，即係個關節係完全遮曬，係靚好多。又或者你睇翻呢個關節嘅話咧，其實見到嗰個比較咧，你已經都分別都幾大下噶啦。咁另外個頭啦，個頭嗰個形狀上面嚟講咧，你會覺得咧，如果你近少少睇嗰陣時候，你會見到啦，頭嗰個形狀上面咧，呢一個嘅話咧係修長少少嘅，呢一個咧反而咧係覺得，即係個頭咧好似圓波少少咯，你會覺得，即係個感覺上面呢個咧係比較靚仔啲嘅。咁另外隻腳啦，腳嘅話咧嚇 2.0 嗰陣時候咧，2.0 嗰只腳嘅話咧見得到啦，好明顯係咁好塑膠 feel。冇乜皮面嘅，即係雖然有個形態上面，但係即係有少少皮嘅紋啦成啦，但係呢個位置會比較多少少咧，但係個感覺上面咧同呢個嘅真骨雕咧，你一反光睇落去，你又會見到啦，其實都相差皮軟下嘅。咁我或者掹埋呢度先，掹曬啲膠紙之後咧，你會覺得咧睇得到個效果咧會更加明顯啦。好啦，另外腰帶嗰度咧會見到咧腰帶咧呢個咧嗱好象徵地係突出嚟嘅，但係 2.0 咧係冇突出嚟嘅，你見唔見到啊？感覺上面呢個咧就真係似膠公仔，呢一個咧就同真嗰個咧真人嗰個咧係個成個比例係靚好多嘅。咁另外咧仲有啲小細節都好明顯見到係有唔同啦。呢個咧就個扣位，真嗰個咧即係點講咧？我哋睇電視嗰陣時候細個睇電視咧喺呢度係有。扣位，即係你嘅呢係叫做皮套，嗰件皮套件衫有個扣位，我哋扣住呢個胸甲噶嘛，咁所以佢咧仍然都好象徵地咧有嗰個兩個扣位喺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冇嘅，枕啊好滑捋捋滑溜溜嘅，即係感覺上面咧其實就麻麻地，其實我覺得咧2.0 咧佢已經係有啲地方已經係做得好咗噶啦，但係即係佢始終有啲位置嚟講咧個感覺上面嗱呢個咧你擺埋一齊咧佢個感覺好 slim 咧，覺得佢好奇怪噶，總之個人嗰個比例上面好奇怪，咁當然啦，你話一個係真骨雕，一個唔係真骨雕咧，所以比例爭咁遠咧，呢個好明顯係睇到個分別。咁啊講翻只腳先啦，嗱呢只腳呢啲位置。
置的話，很明顯它摸到這些位置上面有很多 texture 在上面，所以紋的感覺是非常之好的，整個感覺啦、啊、身啦、上面啦、紋啦各方面都很好的，我覺得、啊、其實不用說那麼多的了，即你很明顯真骨雕和這個 2.0 的比較之下呢，真骨雕這個的話一定是漂亮很多的，即這個真的象徵度我會覺得是高很多，雖然這個位置呢，因為它要為了做到那個關節比較高一點啦、啊、的感覺啦，但是問題在於就算我當它這個位置多了一節的話，它整個比例啊、成啊、腰啊、身啊、成啊、你會覺得是靚仔很多先。咁當然啦，大家可能會最關心嘅就係可能就話啦，喂，咁我買呢啲公仔翻嚟嘅話，我唔係成日擺喺個盒入邊噶嘛，咁可能我會做動作造成嘅話，咁究竟佢哋兩個嘅動作嘅叫做所謂叫關節喐動嘅，我會爭幾遠咧？咁我哋又試一下先。咁首先試一試佢呢個嘅真骨雕先啦。真骨雕嘅話，如果譬如話當我譬如話做翻啲比較招牌啲嘅動作啦嚇、啊，即係你只腳要做個 rider kick 嘅話咧，嗱好啦，咁呢個位置咁樣屈啦，咁啊。盡的啦，都差不多盡的啦 ，OK， 就可以要大概屈到咁樣啦 ，OK。跟住如果呢個嘅話咧、你會睇得到咧，嗰、那個屈個效果嘅話咧，好明顯咧，2.0 屈嗰個效果咧係會屈得多啲。但另一方面嘅話，你會覺得佢呢個嘅話咧，就比較屈起上嚟個感覺上面比較似真人，真人啲個效果。咁如果譬如講嚟手嘅話咧，手嘅話咁當然梗係要屈到去睇下會唔會屈到去接住膊頭咁成啦。咁好啦，呢、這個屈住接到接住膊頭嘅話咧。同樣道理呢、差不多，但是呢很明顯真骨雕那個呢屈那下呢就應該是屈得多一點的，你會記得到屈得多一點的，但是個感覺上面它屈起上來那個、象徵度呢比它這個象徵度是高很多的，即是你會覺得真的似人的屈法，當然那句呢是真骨雕來的嘛。好了，至於個身的可以屈接到呢，身向後咬都是啦，可以見得到啦，向後咬的話呢應該就是這個的 2.0 會咬得比較多一點的，但是就真骨雕咬的時候的感覺都比較象徵一點的，向前的話呢，向前的話可能我分別就會重大一點，因為向前的話呢它剛剛就被那個皮帶頂住，所以你看得到 2.0 應該是屈得多一點的，但是都是那句啦，就是你覺得哪個比例你會喜歡多一點咯、另外看看，我發覺條腰帶呢、這個位置它這個位置條腰這個位置是一個軟膠來的，整個都是軟膠來的，這個就整個一個硬膠來的，即是它如果譬如說舉個例你要真的做屈接造成的話，其實你硬多多少少的話屈到它勁一點的話，因為它軟膠來的這個位置，所以呢理論上應該可以再屈得多一點，我試一下屈腳向上先，如果我當佢屈腳向上的話咧，咁理論上咧，佢因為佢軟膠位置的話咧，其實會屈得會比較多少少嘅嚇。咁啊呢個真骨雕，咁啊效果上面嚟講兩個都各有各好嘅，即係始終嚟講咧真骨雕的話咧，佢係以象徵為主，咁所以有啲位置的話咧，可能都係唔會屈得佢咁犀利嘅。咁但係即係你呢個嘅話係屈得好犀利，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咧，即係屈咗之後個效果似唔似真嗰個嘅蒙面超人啊、成啊咁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就比較電腦繪圖化少少啲啦，唔少得嘅招牌 rider kick 嘅動作啦，大家覺得邊一個嗰個整出嚟嘅效果會靚仔啲咧？咁啊，真骨雕啊，作為呢個 SHF 系列啊，叫做所謂叫最高嘅傑作嘅型號啦。咁啊，所以變咗嚟講，成個 detail 上面啊，各方面啦、啊，真係係靚好多嘅。咁同埋咧，即係始終嚟講咧，到呢一個嘅話咧，佢已經係講緊出嘅年份咧，已經係講緊係2013年嘅時候出噶啦。咁啊，2013年，咁而家今年2022
2021年啦，咁都差唔多八年嘅時間啦，咁啊佢哋嘅改進啊各方面好明顯見到啦嚇，即係以前嘅話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佢哋好耐以前咧話用呢啲咁嘅話咧係用 freeform 嚟畫，咁啊相比起而家佢都係用 freeform 做，但係問題最緊成個 detail 度啊成嘅話咧，其實已經爭咗好遠。感覺上面嚟講咧，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電腦畫出嚟嘅感覺，但係呢一個嘅話咧就真係已經去到一個我哋所謂叫做有種雕刻嘅感覺，雖然佢都係揾電腦做出嚟，成個嗰個效果性嘅話，你會見得到咧，即係近呢幾年嘅改進啊，成啊係非常之犀利嘅，即係 details 啊各方面其實已經比以前真係好多好犀利。咁啊，但係如果譬如舉個例，你話當啊，譬如話玩咁計啦，即係呢一個嘅話咧，佢可動性咧某程度上面係會比呢個嘅 2.0 低少少嘅。始終嚟講，因為佢一啲關節位置啦，都係有啲我哋所謂叫軟膠包住啦。咁雖然條腰呢個位置咧都係個軟膠令到佢嗰只腳可以屈得比較多啲，但係因為咧唔似呢一個 2.0 咁計咧，佢好多關節咧，其實喺呢啲位置咧，其實啲關節位咧都係外露式。咁你其實係屈嘅上面，譬如舉個例，我當呢手屈高佢咁計啦。嗱，呢個屈高嘅話咧，你其實俾個橡膠墊住咧，其實佢屈咗上去咧，佢都會彈翻落嚟。但係呢個嘅咧屈咗上去就屈咗上去，可動性係以比會高好多。但係如果你當佢一個睇佢嗰個形態上面靚嘅話咧，咁就一定係真骨雕。即係 2.0 咧，就可能係一個比較嚟講追求一啲活動性啊，可能你要擺 pose 啊，擺好多古靈精怪嘢嘅話咧，咁可能 2.0 咧就會比較適合啲。咁但係咧真骨雕呢一個新版本嘅話咧，就會比較嚟講咧，即係可能你純粹一個靜態展示擺喺度咁啊嚟靚啊成啊嘅話咧，可能就真骨雕靚好多。咁啊，但係個身形嘅比例上面嚟講咧，其實你如果就咁睇翻嘅話咧，我有少少個人意見嘅感覺咧，就呢一個咧就比較似啲男人呢個種噶嘛身形比例，這個呢一個如果擺埋一齊嘅話咧，我覺得好似女人咁樣嘅感覺，因為好 slim 啊，身體好 slim， 跟住條腰又好幼，成個感覺上面咧好似女人咁樣樣。即係睇下大家你中意邊一樣嘢啦，你中意係愛嚟擺形態啊，定係愛嚟中意象徵度高啦。咁基本上今日介紹就係咁多啦。咁如果大家覺得我哋今日講嘅一啲非遙控車嘅嘢嘅影片，你覺得 OK 嘅話，又或者你想將來睇多啲我哋講關於一啲非遙控車類型嘅影片嘅話咧，咁啊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哋啦。同埋最緊要啦，就 subscribe 翻我哋嘅 channel 啦，同埋開翻提示鈴啦。咁啊，多啲支持我哋嘅影片嘅話咧，咁我哋如果譬如話將來有啲古靈精怪嘢唔係遙控車嘅，但可能大家有興趣嘅嘢咧，我哋都會拍下片咧，同大家介紹下嘅。咁當然啦，如果大家有多啲嘢想討論啦，譬如舉個例又想講下呢啲咁啊 figure 可能啊又同大家講下關於你嘅收藏啊剩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去到我哋遙控工房嘅討論區啦，咁啊可以作上一步嘅討論啦，咁啊即係可能話俾大家聽，你都有啲咩SHF 嘅系列收藏啊，又或者你有收藏咗啲乜嘢古靈精怪嘢性啊，又想同大家分享嘅話咧，咁我都歡迎大家就去翻我哋遙控工房討論區咧，今日同大家討論下嘅。咁基本上今日介紹就係咁多啦，咁啊希望好快咧有新影片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唔係 RC 嘅嘢都 OK 嘅。咁啊，希望啊，好快又有新影片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